Hello everyone! Walk the sheep. Ha! Hua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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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 Zheng Xiao Feng. Yeah, yeah, yeah. Yeah, yeah, yeah. 今天来到我的造势晚会，然后我懒得拿椅子，我就这样跪着。Yeah, yeah, yeah. 来，开场，我要唱一首我编的自行歌。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要唱一些奇怪的歌，今天要唱这首编的鸡毛歌，哈。OK， 鸡毛歌我已经拿好脚本了，因为我怕我忘词。OK，Go，、okay, 现在是鸡毛歌。我甩着我的鸡毛，它又黑又臭，它长在我的下面发光发热，又。又粗又大，下面长了黑毛，还有很大的蛋。Yo， 那一个 ？Yo， 高文，这就是我的鸡毛。OK， 好，不要看。今天我不只要唱这首歌。现在跟你讲，你两只三小，哦，嘿，我们来拼一下你。我上次的造势晚会真的是普普通通的成功，又把稍微拉那么一起来一点点的。人数，订阅人数。那么，上次的造势晚会让我达到97这个非常低的分数，但是比上次高。好嘞，那么下评评理，来那个吕凯明先生，他礼拜五做了一个非常白痴的事情，那我真的好想 K 爆他，你知不知道？跟你讲。首先，我走到那个开发区，与张克瑞在开发中，然后我正在练习唱鸡毛歌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刚刚那些人在那边开垦哈，那个泥巴都烂烂的，然后那个我还一个神掌给他拍进那泥巴，然后那熟的泥巴那个超好笑的，然后那个在那边玩下雨了，那把我那瓶那个棒棒棒的，我跟你讲。结果下课的时候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他们被骂，我觉得好好笑。就比如说，那个什么，你怎么把石头搬开了？你们老师是谁？张哥就整个傻眼了，整个带着他的开垦队伍走过来，然后他就说不是我搬的。好的，啊，那就不要管张科瑞。吕昌明先生就把我的笔记本给砰的跑到操场。而且他还到一个绝佳的六鬼点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以为他在玩第五人格是不是啊？跟你讲，他绕了我绕了好几圈，我跟你讲。然后我的大哥杨敏成在那边看三小，我跟你讲，他在那看在那边，那边这样子就站在那边看我在那边跑，都不帮我抓一下凯明。凯明先生，你以为这样很好玩吗？我非常的生气，你知不知道，凯明先生？嘿，吕凯明先生，请下次不要再抢我的东西，不要再那个六鬼点给我六了好几圈。浪费我时间，跟你讲，你下次再到那个六鬼点那边跑，让我追。我跟你讲，我不会追你，我会用另一种方式，不会追你。这只是浪费时间，不可能再追你了。我跟你讲，不可能再追你了。我跟你讲，哦，不会再追你了。啊，就像，斩击武神，好，不要打了。好，跟你讲，凯明先生，你要是下次再到我到那个六鬼点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追你，我会采用更
更激烈的方式，想知道是什么方式？可是比追你还要好，所以请你不要再惹我了。我跟你讲，卡尼先生，我不会再追你了。可是我想要更激烈，劝你不要让我用哦，很激烈哦。嘿，嘿，嘿，啦啦啦啦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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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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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哟。我甩着我的金毛，它又黑又丑，它长在我的下面发光发热，又又粗又大，下面长了黑毛，还有很大的蛋，又那一根又要我，这就是我的金毛。哼哼，嘿嘿嘿，这好像凯尼的金毛。好嘞，这就是我的造势王位，谢谢，拜托，就靠你们了。不要看了不订阅，就订阅哦！我跟你讲哦，订阅哦，拜托拜托！这小波在这边跟我讲，订阅订阅，100订阅拍特别片，自由奔跑特别片，耶！请大家支持这小波，哇，像个选举一样，虽然我没有整个脱掉，郑成郑小凤，郑成，哇，快死！郑成小凤，让你快0.2秒，好，你们什么都看不到。好，拜喽！订阅我，订阅郑小凤。好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。还有叫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